这怎么拍哦？那请问一下，我拍的那小白啊？奇怪，人家是宝贝，怎么拉回来？他做什么来见人啊？两名骑士在路边大小声，火气超大，差点就要打起来。你在讲米呗？宝，你干嘛伤害？这个宝贝够威啊你嘞？拜托你讲米啊无啦，我无什么听你讲话啦。您家人自以为是，不，我唔知。你讲要太多，哪一个人？双方不断大吼大叫，其中一方还疑似恐吓人家要动手，起因居然是因为抽烟被检举。太虚寒嘞，我食烟都跟手机啊歪起来打哦。啊，我靠，把你弄掉，我嘛无点吗？拍影片的骑士不满有人抽烟出声，说要检举，被对方拦车，爆发口角冲突。你这种怕拢假的，你怎样？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？没有，你亲戚家，要找你的人。你敢再体谅下我艰苦啊？我跟你开，我跟你讲，体谅我们一下吗？可以啊，那你可不可以体谅不抽烟的人？那你跟我讲，我会听你的。好，我会说好，不好意思。抽烟检举吵得不可开交，警方调解，双方表示不追究，但当事人强调已经提告妨害自由跟恐吓，恐怖行车纠纷还有这里，计程车驾驶加速超车想逼停休旅车，急刹车差点酿祸，下车想呛虾，但休旅车早就扬长而去。机车骑到一半被突然冲出来的人吓到，原来是居民嫌车噪音太大，要人家减速，居然人肉举牌，差点被击落。路口乱拦车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可都让人胆战心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